I can taste their fear. Let the hunt begin. Hello， 大家好，好吧，我 MC 牛蛙又回来了啊！今天给大家来《幻影刺客》第一视角，这英雄爆发高啊！这英雄爆发是不是一般的高？很高，好吧，很适合我这种人品比较好的，爆起来非常给力。那么我们先感谢一下我们赞助商银千惠对本视频大力支持。大家买银视频的话，那种银质的一些视频，手链、脚链，反正你银质的很，反正很精美的啊，尽在银千惠。爆牛蛙最帅，有送银耳钉啊。到时我们下路对线看一下是谁，影魔、哑巴顿。影魔哑巴顿，我一个打两个，讲道理是不是特别好打的？但是我们好吧，妈的，为了这个刀，我喂一个刀一百五，好像有点伤啊。影魔哑巴顿的话，影魔哑巴顿我先混，看队友王冰女再过来看一下，能不能有机会把他击杀吧。这个确实要补一个刀。就要被人砍个三到四下，这个日子也不是特别好过啊。但是我们啊不气馁，不气馁，队友已经赶来了。队友赶来了，杀影魔还是杀哑巴顿呢？这两个其实都可以杀，解了。但是斧王一吼，能不能杀影魔？能不能杀影魔？再砍一下，再滴一下。我操，加血加起来了 ，VS 走位 ，nice！ 我可 VS 小组了一下位置。哎，但是斧王，你这个兵好像要不要留给我呀？这个兵被斧王补干的话，我就有点黑了呀。啊，这时候我们趁影魔不在的时候，赶紧补几个刀，因为影魔一来的话，我可能就不太好补，他会点我。他跟哑巴顿点我的话，我也毫无办法呀。嗯？哎。哎，我的哥们，这斧王断爽起来呀！好，我们先赶紧。这个时候斧王来的话，好处是有的，但是也有坏处。哇，他这个转起来把我兵转了好几个。好处就是我们一起共同齐心协力杀掉了一个影魔。说真的，杀影魔挺吃力的。杀哑巴顿的话，影魔也会打炮，所以这两个都得杀呀。趁这个时候他们看到那个谁王在不敢上来补，而且冰女已经活了，不过冰女等级只有一级吧，好像是他还没到两级呢。两级冰女看怎么加点吧。冰女这英雄其实我本来录了一期冰女的，被我删掉了，是一个死主播大乱斗跟酒神大熊他们一起打的，被我删了。那期主要是没有结局啊，打到后面大家都掉了。我们下路还是畏畏缩缩的小纷纷，因为等 PA 等级高一点的话，也不至于说被压得很惨。毕竟一个刀里面我可以，火女这边有过来没有？一个刀里面我们可以去那个滴一下，赶紧把那个三技能点起来。三技的话就一个防 gank 一个很好的一个技能，大概两千码之内吧，1800-2000码忘了。反正到时有人在的话，就会这身上就会显形。如果没人在的话，这身上就会模糊。影魔开始打炮压我，我的血量我感觉买个铁翼头盔吧，到时候我们走个臂章，好吧，臂章。哦，不是冰女，队友是 VS， 说错了，是 VS， 我有点懵。哎，太过分了呀！我们就用铁翼头盔好吧，宁死不回家，回血回魔，回血都靠他。这波慢慢回吧，用那个一技能去补下塔刀，然后二技能没好我们就不出来，因为血量实在太少了，只能利用一技能去补一下。这个血量影魔打两炮，但是我这个东西，这个帽子头盔回血还可以的。他们是有人在的，所以我身上是显形状态，我还是要注意一点。这几个刀补的还可以，车，哇，
Understood. Our allies' town needs help. Let the hunt begin. I can taste it. 就是这样的话不太好杀呀，血量不太够，不太好杀。啊，队友给我加了个小蓝，小蓝的话我们就，意思就是，哎，小蓝给你加补刀，都靠他。这么爱反补。那我们只能上去，而且这个时候的话血量已经开始回上来了。这个617臂章，这个 PA 的话一般就是说什么呢，血量比较厚，爆发可能攻速快一点，一般臂章风脸阴锤也是一个很好的路线。很多人只知道祭品暗灭 BKB， 其实这套装备臂章这套 也还行的，因为现在很多英雄都可以出臂章，你像火枪出臂章也很厉害。演地补士其实也可以出臂章的，地补士 A 章之后出臂章切一下那个分身也会也在回的，我记得是臂章的道具非常非常给力啊。我们现在的话只能这个英雄属于一个中后期英雄嘛，所以说当被压的时候也很正常，而且现在的话没人头，影魔压得挺凶的，然后等级让我装备起点来，兄弟们，我跟你讲这个影魔就是一个 ATM， 现在我没办法，现在我被压着打，等斧王来了已经是。斧王这个血量说真的还得回一点起来，而且两个人杀不了，一定要三个人。你看这影魔有点跳，干，就杀影魔。哎。QP 说是死那是快，这波来了一个 F 人头带走了呀。那我们先继续补吧，而且刚刚火枪也支援过来了，火女也来了，注意血量。火女的爆发加火枪爆发确实，哎，火女爆斧王来了，转亚伯顿吧，要不我去滴谁呢，没人滴啊，那就亚伯顿吧。我女也还在，我有魔棒的亚巴，哎，勾勾来了，我女，那我直接去爆爆爆爆Nice， 应该骨灰能烫死，可以，这波他们有点伤，一技能给上去，有没有，有啦，好吧，有啦，这波对面火女直接买活，我再滴他一下，他踢空了，这个是他立过去，我砰砰砰砰砰砰砰 ，Nice， 火女买活死，这波他们有点雪崩啊，好吧，趁这波时候他们雪崩的时候，我们去。我们最近茶叶店的话龙井早茶已经上市了，不过产量非常少嘛，所以我们只在那个微信朋友圈里那个卖一哈，半小时就卖完了呀。然后我这兄弟的话星期二还去杭州去看一下，然后如果碰到好的早茶的话也会拿来微信做活动的。倒是今年龙井的话整个天气是不错的，好吧，质量应该是非常不错的，大家倒是期待一下吧。我们春茶这边的话下路，因为我有铁翼头盔嘛，这个回血速度是杠杠的，你看除过出祭品路线的话那个回血速度完全是靠个那个回二，铁翼头盔回血还是可以的，但是相对贵一点，这个东西你要转型转那个，要么转那个支配拉野，但 PA 支配拉野不太好，因为它没有剑士。我赶紧切臂章，我怎么逼走，我靠，我先跟队友跟对面聊聊，你杀我干嘛，哎呦，这波被火女留的有点尴尬呀，火女直接一个 T 是踢空了，但是 D 踢空了吗，反正我刚刚如果魔棒吃出来可能还死不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死，因为亚巴顿是七级的，他四级的地
伤害非常高。这一下死的话，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就是该死的要死的呀。我们一般这个情况的话卖圆盾了，因为圆盾现在中路我踢过去看有没有机会杀人头。我女人有点多，那应该杀不了的。我操！你看我标一下那个哑巴盾，直接一个奶，火箭差不多快满血了。我们现在没有臂章，血量不会特别高的，有臂章血量就高了。那现在这个时候，我先小补一下吧，毕竟我是一个发育型英雄。火箭血两下瞬间满了呀！之前的话，南京刚回来，状态也在调整嘛，状态也在调整。然后调整的时候，大家倒是是吧？有空可以多看看我的直播。你看这狙我的话，我就有点吃力了，我赶紧去换路了，不能跟火枪对线啊！下路赶紧踢过去混。我离臂章只差一个卷轴的血了，忍住！我靠，刚刚如果 QP 换一般 QP 直接弄过去了。这样的话我臂章卷轴先买过来，这个 A 下路火女又来了，这火女我真是有队友蹲我的话不是特别怕，我赶紧到时切个牙嘴什么的。现在这时候火女还杀不了我，因为我现在火女还没想杀我，哎，已经来了，赶紧切假嘴。我操我操！我的血量，我们去那边商店买个臂章吧，不然这个血量，我靠，吓死我了！我切假腿吃魔棒，啊，火女死了，你杀我干嘛呢？是不是？这个时候有臂章了就好了。回点血，臂章现在也回血了。原来臂章不回血的，原来臂章我记得是没有回血效率。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是吧？血回到300多了，一切臂章血就高了。斧王好像跳了吧？斧王跳了应该是。斧王跳了，但这个时候。斧王！我操，这斧王，那我可能已经开弓没有回头箭了。这个地，哎呦，斧王哥哥，我跟你讲，斧王跳过去的时候，你不要想着跑了，要么就斩死，要么就他死，要么就自己死。然后如果斧王把他斩死了，我可能还能死不了，因为我移动速度上来了，人家 QP， 好吧。杀这影魔随便杀，而且毒应该挺高的，毒加骨灰刃甲，这种单杀型 QP 很屌的。但这种 QP 的话是属于那种中期比较乏力。我你这个资源的话下来，直接把那个怼死了。刚刚那个杀影魔那里臂章是肯定切不了，因为塔加兵加散弹没办法切。哎，这边烂，你们继续杀。你看他转了之后，他往后跑。啊，这位哥哥转了之后往后跑的，我的天哪！兄弟啊，转了就转了，转了之后还往后跑，这个游戏怎么搞？那我们两级大招啊，这样输出会高一点吧？一级大输出确实没那么给力，两级大，好吧？而且大招可以触发幻刺的一个一技能。换一技能也会出暴击的，所以大招等级越高，一技能伤害越高，这也是一个成长型的一个技能。我再也不想跟斧王配合了。
跟斧王配合那一波把我弄得很伤，跳到第一波就死了。作为斧王，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我先出个吸血，因为当你出吸血的时候，你的那个补刀斧就没用了，所以说我们出个吸血的话，倒是补刀斧蛮能卖了。这 PA 暴击还是稳一点吧， PA 补刀还是稳一点吧，有的时候暴击爆箱把你爆的乱死。这个是下路影魔塔下，我都想要不要杀他，这个线还是不杀的，那现在拉过来一点吧，不然他们一个 TP 支援的话，我可能要送了。那我们先补一下刀吧，把 VS 拉过来旁边， VS 不在，拉过来旁边去观察一下，比如说倒是可以动个先手之类的。现在的话等级不用一个人吃，两个人吃也没事了，因为这个时候的话等级不是最重要的，不像开局一般到了11级，好吧，这等级就没那么重要了。十级到十一级是很快的，十一级到十二级是非常慢的。下路没人来 ，VS 看能不能换过来。我双超啊，双超应该没那么简单。两个英雄不一样。我操作地补师的话是那五个英雄都一样啊、好操作。那两个英雄不一样，那个技能释放走位全部不一样，所以说双超没那么好操的。而且很多人没有打过窝山，我提上去支援了。没打过窝山的话，确实你这个，来了，真的？哎，不是吧？我来了，人没了，哎，干他干他！王不上，我也不上。我女火枪全在。哎，他这样吼的。这样火我就不上了，然后这样火一个单火你们送吗？这斧王送起来真挡不住。这波看队友打不打。VS 下路混的，哎，我这边直接逼上去打了，我不管了，爆爆爆爆爆爆 ，nice， 框住，可以，烂，现在放了，我再打，哎，但是他们全在这波，说真的，这波真不能上不了。赶紧双超下，把 VS 好补点刀。我这人就这么骚，自己刀没法补，赶紧帮 VS 补一下。这样的话 VS 的回来也是有道的，而且我这边的话主要是去远古，我去远古得走过去。有臂章的话，臂章谢谢打远古随便打，但是现在进去好像不太好进，而且我等下出个风帘的话，对面国女一个打，烂一个打，我希望这两个打不要给我，最好让 QP 仇恨值再高那么一点点，而且对面还有火枪这种狙击性，所以说我倒是臂章还得切好，臂章切不好就死了呀。对面现在都是属于那种现在有点微抱团然后说塔 PA 的风脸加二技能叠在一起的话，那攻速是非常快的，二技能加那个，我先回家补一下吧，这状态实在太差了。对面只要一落单 QP 就杀了，对面现在说只能抱团，抱团经济又上不来，所以这是个死循环。他们有个好消息，就是我们现在少一个人，火女吹风上了。吹风火女杀不了，你别说，我这套装备现在杀不了人。这套装备比较怕抱团，这套装备杀那种单杀型比较强。而且最好对面没那个控制，像火枪就好杀。
影魔火枪这盘是很好杀的两个人。这样 QP 开始屠杀了，我这时候多发育发育吧，为了后期做准备。好吧，这种 QP 到了后期可能没那么凶。影魔这时候应该是刷野，火枪收血，影魔刷野，应该这样的一个节奏。我们这样先杀过去，中路一塔可以绕的感觉。我隐身符刺了，但这边发条可能暴露了呀。爆！Nice， 这一波双杀啊，很关键。这波杀了，收了火枪人头，然后把牙奔大了，牙奔都没有大招，这波直接被我打死了。这样的话，2000块钱，我还是弄个3000块钱，出个晕水，然后再走个补个 BKB。反正像 PA 这种爆发型小 BKB 是肯定要的，因为这英雄如果没有 BKB 控一下的话，很烦的。所以这英雄的装备里 ，BKB 这一件道具是必不可少的，不管是什么路线出装，都是要有的。因为现在这 DOTA 什么控制特别多，人手一控，是吧？我们这时候先清一下野吧，下路线有点长，上路线的话在对面那边，所以都不太方便我们去清。像这个时候的话，要么就清中路，要么清野，都是很好的一种选择吧。对面的话在，应该是刷野。对面应该是刷野，所以野区视野如果能把对面野区视野给做了就好了。吹风那烂兄弟，我调整一下位置。 Nice， 影魔是引刀吗？调整一下位置。 Nice， 这时候血量不是特别多了。火枪狙我了，我咦，火枪下面狙我了，散弹，我你们还打我，你他妈跟我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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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臂章切切你就没了，兄弟，跟我打。Understood. Nice， 火枪切我了，这一波打了好多钱，真的。那我们先出 BKB 吧。这波打了好多钱，不，对面的控制你看，那个两个那个一个烂一个那个火女，好吧，这波肥了我挺多的，没死很关键。我和那个狙真的是有点出人意料啊，下面狙了过来，然后还散弹放过来，我最后仔细看了一下，完了才那个找到他的位置。我和 VS 升血船，那正好我没有 BKB 的话，就团战基本不需了，直接冲进去就好了。像这套装备的话，怕什么？怕火女很早出到16级到 A 帐，那挺烦的。那个凤脸一开，哇操，火女一个狙过来，火女一个大过来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中路有一战，可战。我这波 BKB 很强，好吧，我们先杀烂，斩掉。哦，是的。那这个哑巴已经死了呀，已经是个尸体了。现在我们杀伤力实在太强了。对面没有很好的一个团队配合的话，是打不过我们的。影魔记得是影刀，好像对吧？所以这把我们倒是可以打的暴力一点。
什么这种整个圣剑啊什么的，还可以的，对面非常坚挺，好像。哎，我操！我以为这影魔师疯了呀，我在想影魔师是不是疯了，因为下路刚才有个幻象符，我记得，对我记得有个幻象符，那影魔应该在打自己远古。你弄一下我这个爆发，你 BKB 开起来，兄弟都没吼到啊，我不管我不管，还有火枪，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，哎，还有影魔，完了我死了，扫了呀扫了呀，怎么队友啊没魔，这一波好像我刚刚是不是讲了一句这波我很强啊，这个 flag 立了我他妈一年了，这个 flag 立了我一年了，我每次这个 flag 总是要出点事情，不管我有多肥，对面火枪，好，我给火枪一个错觉，火枪觉得能翻，哎呦，这火枪人生三大错觉，我能翻盘，好吧？人家 Q 飞都什么装备了？影刀、A 杖、骨飞、刃甲，很骚气的一个出装啊！这出装属于中期打压装。我和 QP 跟我一样，也进去送了一波。因为他这种装备没有 BKB 啊，没有 BKB 的话，被对面控倒也是能杀的。因为毕竟输出还是有的，毕竟靠他们输出是靠技能的。这一波我跟，要不打个盾吧。我们可以打个盾滚一波，你看攻速，你们看攻速，二技能加风点攻速是有多快，那我拦不住啊，打个盾，拿个晕锤，然后再那个装备基本神装了吧，就带盾晕锤一个位置可以换了，那个位置换什么，就是大晕锤加圣剑，好吧，我操，幻视终于回来了，这波打成这样，是这打成这样，只要幻视也不在，影魔宝，影魔影刀，谁换带个宝石？不是换，是那 VS。我这老是口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这也能理解韩乔森有时候为什么口误。哎，发条刃甲开起来，对面输出很高哎，这不 QP 来了。我但我很强啊。那我们正常推过去吧，有眼被眼看到了，连发条这么肉，对面打起来也是能杀的，因为对面控制住，烂 VS 这两个控制都算挺厉害的，尤其烂这英雄控一下 V 那个不是 Lina 接手，那我现在攻击力加上 PA 的光环还挺高的，臂章切下的话有250左右，这波推他们家的，我带盾的时候没问题不大，我先切火女，爆爆爆爆爆爆，
谁推了他一下 ？Nice， 火枪！爆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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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我们塔下烧一下，问题不大，好啊，冷冷静静切臂章，看到敌人我不慌。不过把魂冲掉，没事一样。Let the hunt begin. Understood. 这波 B 站切得非常冷静啊，也没有被切死。烂！ Let the hunt begin. Just understood. Let the hunt begin. 但我这个血量，一个狙好像能带走我。Let the hunt begin. Understood. Our allies town. 隐魔来。他如果狙我的话，我得七匹上切的飞起。他刃甲看起来我没事，我反正队友送的，把他换掉，然后往上走，直接杀他了。哎 ，BKB 没开出来，问题也不大。我这波 BKB 开出来，先把火枪给先把他杀了。哎，你，哎呦，这个感觉不换。这不换反而会好事，我走过去一换，横臂上切不了，被那个小兵打死了。这就僵了呀！我真的我不换，我直接往下走，感觉是可以切的。往那边走的话，兵太多了。不过这不死了就死了吧，也怪不了谁，好吧？只能怪自己学艺不精。他也是救我心切。主要位置太短了，两个人距离太短了。哇，这我们给火枪制造一个幻觉，能翻。我们这边开始送起来了。十四杀四十八助攻啊！现在离我的一个圣剑还是有点距离的。想单杀火女，感觉没那么简单吧？火女吹起来，哎，他完了，他闭上，那火女踢到了他就死了。真假？那别人不打你啊？两一下，刺一下，这就尴尬了呀。我是上次打那个游戏碰到一个刃甲理论，我让人笑死。先要买个 TP 中路过去干嘛？火枪应该就是分身符。斧王的话，我最好跟，跟斧王一起切。这个 B 好像不是特别会玩。哎，哑巴盾，那我们直接把他砍了呀！刹车，刹车，斩掉 ，nice！ 打哑巴盾记得刹车啊，因为斧王是可以斩杀他的。火枪守高地还是烦，因为兵有点生存不了。但是我们这边发条跟 VS， 看能不能换出来和勾到。我这边可以先买个两千四啊，可以先买个两千四。影魔以为引到我的引刀的影魔，好吧，这出的早，出的奇，出奇制胜。那现在出引刀的话，基本没什么用了。而且我们这边之前宝石带了，波线掉了。这波要推中，要推下路。对面主要是有散弹放着，然后那一群，我先买个两千四。等我两千四，离圣剑还差三千，打得好一不团三千肯定有，看团战。
你看，像我的血量没有臂章，我也有1900，也算挺肉的。啊，这个人感觉也可以换着杀的，我就没有什么人，但是我觉得这样杀，也不对，他肯定会直接开大的。他现在不敢自动开大了，因为我的爆发，我枪在后面。我们推塔也没那么好推啊，对面闪弹放的，哎，但是已经勾进去，我上影魔，往跑道 BKB 开起来，上影魔先，我操，一刀把亚伯顿爆死了，我 BKB 还在的，我没开，三杀，还有谁没有？三杀，我感觉就只有三杀呀，哇，急需一个暴走来证明自己。这游戏暴走才是真正的道理。符文有意义吗？倒是盾刷了，我们带个圣剑，带个盾了，把臂章给卖了。把臂章卖了，然后买个圣剑，买个盾。圣剑 PA 一下暴击大概2000-3000应该没问题。因为暴击系数还挺高的，远古一打钱应该还差一点吧，不一定，这个200块钱就有，100多，黑龙鬼，正好圣剑。是500的暴击，好吧，500的一个攻击力啊，这攻击力暴击不得了，像哑巴刃就只有一刀，我感觉，我们看一下暴击暴多少，哎，1300-1300，这种事情暴击一下行不行？不暴的，完了，2200还好。正在攻速啊，你别看我现在攻速这么低，我的二技能攻速很高的，二技能现在加100攻速，风脸加100攻速，在没有盾的情况下，我们还是怂一下，因为对面的爆发没那么低的，火女烂这两个高爆发英雄，还有火枪这个狙击。盾怎么还哎刷刷刷刷，我想哎但野区打起来了，这一波好，我们谨慎，不然圣剑没了就麻烦。一刀，这波好打个盾，有圣剑之后的打钱速度也快很多了，其实。因为打架有人头，然后打钱基本一刀一个，来得非常快啊。我靠！你看这个。我们可以，这把他直接上了。本来想打一波远古，混一个他妈的大晕锤也是小圣剑，大晕也是小圣剑，攻击高，需要大晕这种东西来啊抬一下自己。哎，这边林肯躲一下技能，应该躲吹风了，应该是。兄弟们忍住，这波我来了！来个暴走吧，影魔仙。到两到三刀，四刀，2500了，现在 VS 再就2500。Double kill， 三，哎，完了，被那个谁。被那个发条抢了一个人头，应该进去一刀能打。
我的暴走被发条 K 了一个，好吧，这波基本就进场收割了。这一场的话也是前期比较压抑的，真的比较压抑的。中路期也是队友给我机会啊。啊，本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吧，还是比较暴力的，圣剑 PA， 那暴击，好吧，就喜欢这种爽感觉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